大家好，这哥，大伙儿记着吗？我还是在头半年染过一次发啊。本身我就是不想染啊，但是好多人说拽哥你还挺年轻，但是您看看啊，这人一过四十啊，看见吗？就开始有好多白头发了啊。我以前啊年轻的时候就是三十五以前我都不觉着啊，我就老听人说那个叫什么，就是因为我今天刚理完发啊，我听人说什么呀，说叫哎你弄点水、啊、你这刚洗完，我他回来他已经洗完澡了，我说对对对，我洗完澡了、嗯、是，然后人家不是说吗，老杂毛啊，就是就别人说嘛，就说那个那意思就是到一定年龄以后这头发呀、啊、没有这个光泽啊，没有光泽，然后特别桑啊，头发越来越白啊。我以前不觉着，然后我没理发，我是半个月理一次发啊，我理的比较勤。我没理发之前呀、啊、我说心里话，我一照那镜子，就是不管是早上起床还是在汽车里面啊，一照镜子那白头发一层啊。他老是闲，对，有时候我还没事干的时候拿那个镊子，就是特明显的我还闲几根。我让大家看看这越来越闲啊，这也不是事儿啊，是吧？然后我就发现了这款这个染发巨好用，我分享过一次啊。然后是纯植物的啊，不管你是吧，多少年龄都可以染啊。其实刚开始我是想给我们家老人买的，嗯、对，想给我父母买的，因为我父母就是少白头。嗯、我说心里话，我这个头发呀、啊，也算是遗传吧。但是还算不错，不严重，对，不严重。但是呢，说心里话，就是我上次染完之后啊，效果特别好啊、嗯。我分享过一次，是，然后给我父母买过，他们也说效果挺好的。不对，最主要什么呀？我去理发店，然后人小伙子说：“哎，说拽哥，你这个是不是染发自己染的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他说：“你怎么染的？”然后我就跟他说大概怎么染。我媳妇儿啊就在家给我抓吧，五分钟就搞定。然后他说那个你花了多少钱，我说这儿这么多人，我说合适，他说没事。那你说你听是他直接就说了，他这意思花3-2块钱，我说我花3.5块，因为我这个头发短，然后呢就花了3.5啊，就用了一袋。然后像我母亲啊，像那种长头发的人是吧，然后就用了2-3袋啊，最多3-4袋就行了啊，就10多块钱搞定啊。像我这种短头发的，像男士啊，就是鬓角爱出白头发这些的啊，上面是吧，就是你染一次我觉得挺好，因为它是纯植物的，我还挺放心。上次染完之后呢，然后好多人就给我发信息，有好多人买了，说效果的确是真好啊，有黑色的，有栗棕色的，都挺好效果啊，关键它方便。看你们喜欢用什么颜色啊。嗯，因为我这人特别笨，我以前没染过头发，所以说每次我都让他给我染。他也不染头皮。对，他不染头皮，看见吗？就是你弄哪儿了，你直接、你看弄脸都没事，你弄脸上你直接一擦就行了。是，关键效果挺好，挺快的啊！大家看看啊，刚才看我一层白头发啊，然后染完之后大家看看效果如何，是不是特别自然啊？就这么完事儿。他老不让弄，他说啥呢？没必要，让他自然的老去。我就那意思，让他自然老去。突然间，我给他弄完了之后，嗯、他后来他真不觉得，哎呦，还真是真的。哎，他说怎么这么多白的呢？就是好多人说我不是长得年轻嘛，是吧？说还算年轻，但是染完之后更年轻了，更年轻5岁。啊、嗯，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呀有没有染发的啊？就是像我这岁数的，就是超过35、40了，是吧？慢慢白头发多的。就用这种安全的，然后染发的，不知道你们是自己染还是去理发店染啊？理发店染肯定是贵，然后那小伙子说是真够便宜的。这是百黑一盒上次用的，里边有手套，有一个那个围的那个东西，我给弄丢了，我是搁起了，然后给弄丢了，是吗？然后我给他后边围了一个围裙。对，你们那个染发嘛，是吧？聪明。哎，你说明儿我再染一粒棕的行吗？不好吧？你闹呢？老爷们，你就消停的圈黑的小头发精神的，我觉得挺好。对对对，只要这个人啊，就是干净，然后勤捯饬点自己，让自己显得特别年轻。你我连这手都没有，你不管是干工作呀，是吧？出去形象还是挺重要的，是吧？
他死活不弄，其实。对。其实我死活给他弄。我懒得弄，他得捣鼓玩儿啊。谁玩儿啊？那我就应该让你，我就让你成老头儿。什么人老说我配不上你？拽哥多帅，拽哥年轻，我又丑又胖，这那的。其实我也是。但是他这脑袋上超不过三五根白头发，没有，您说说，是吧？这就是天生的。要有我也染。对，天生的。但我要染，我就染那个栗棕色，是吧？是，有一姐，我这是自己。有一姐们说那个说买完了染了，说效果特好。嗯，然后我身边也有人买。是，还给你发那个信息里呢，让你看。特别好用。嗯，因为好多人说验证一下，看我染的挺好的，是吧？嗯，真挺好的。来，嗯，等待一会儿啊。等待一会儿啊，一会儿看看。拽哥染完了之后啊，不再是老三毛了我，然后是不是年轻五岁啊？看看效果怎么样，是吧？不染头皮不过敏啊，一会儿见啊。10分8分之后啊。对，10分钟啊。现在已经过了10分钟了啊，我现在拿清水给它洗掉。他过3分钟的时候他就想洗，我说你多待一会儿，着急，已经都黑了，已经都黑了啊。我让他争取待到了10分钟，然后去洗它。先生，请问托尼老师还满意吗？不过这灯洗后之后哈，挺好的，啊，挺好，关键没有什么。你是私人托尼老师，副作用，嗯，效果挺好。您就给10块钱手工费就行。行，一会儿讲你啊。哎呦呵，就是效果太好了，真的，真不瞎说呀，啊，就是。无色无味啊，也不刺鼻，什么味都没有啊，全是植物的，什么薄荷叶、霍霍巴、山核桃、橄榄果跟枇杷啊，纯植物的，纯植物的。然后最主要什么呀？这回你粉丝不说你了吧？有那女粉丝，你这说过，还有阿姨们说过，说拽哥这个操心呀，这个白头发可不少了。主要是女粉丝发现他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上次分享过一次，就得到好多朋友的认可。说效果真好，然后还给我发过信息。哎妈哟，突然间就年轻，突然间我就配不上了呢。不是，真是哎，就是我没染之前啊，就是有时候滋出来这儿一根，那是不是全是白头？为啥他说老杂毛？他自己都特别丧，显得特别沧桑。哎，你看现在这头发显得特别有营养、有质感，你不觉得吗？对，然后还没有味道啊，黑油亮，倍儿舒适啊，强烈推荐。好多人说拽哥跟绿芽公主推荐的东西的确非常好用。这个呀啊，你们可以用一用，不管是从30岁朝上的，只要你少白头的，然后你多大岁数，对，只要你就是想要染黑发，棕发，棕发就是都行，都可以用。我觉得真的是挺省钱，你们不觉得？去理发店，往那一染个头发，我告诉你，你们男的，你说他说给你用最赖的98%的，对，女的就像我这头发，你用最赖的398%都得，还得说打完折，得300-400-500，是吧？超值，安全，然后还健康，看见了吗？效果还好，关键时间也快，夸夸对，夸夸夸，你拿过来就像洗头一样，先把头发洗完了，这就这擦的不留汤，咔咔咔一抓，然后不染头皮，一待10分钟完事儿，对，效果特别好啊，3块钱搞定啊，绝对不用100啊，然后父母用的也特别好啊，你们看着怎么样？你们看怎么样？是吧？你们觉得比刚才那种效果怎么样？就是显得拽哥是不是精神多了？还不听我的，欢迎你们呀，用起来啊，特别好啊，关键是效果啊，好了，拜拜。